一顿只吃夜宵九宫格，而且每个格子里面的东西必须两口秒。失败换我来。OK， 先拿一只健美蛙，来上第一口。一口咬掉半个山地，嘿嘿，没拿好，掉了一块，肉肉吃掉了，把骨头都吐出来，吐干净了，把刚才掉了那块捡回来。那又来吐过头了，吐过头太旧了，直接来下一个，再来个，再不吃就拉丝了。哇，芝士卷鸡腿，来个超长拉丝，我的天哪，真是谁看谁不迷糊啊。妈呀，炸鸡腿和芝士真是顶配绝配，我这一口也咬下不少，没多少了，好好的嚼一嚼，清空嘴巴来第二口。成功，接下来来这一个吧。哦，好上对，两个都倒在一起，看着不会很多，所以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果然很简单啊，剩下两扇不就轻松拿捏了，对下一格胜券在握了，简简单单成功。不过这靠扇杯吃起来还真不错，来个大家伙吧，再来一盘小龙虾，等我给他们变个身。 Later。 哇，满满的全是肉，这我可太爱了，哇塞，整个口腔都是龙虾肉的感觉，谁懂啊，满足感爆棚啊。剩下两串准备好，完美成功，来瞅瞅下一格吃啥，五选一，那就这个吧，三文鱼小丸子，准备准备，三个一口刚刚好啊，真香，哎呀，再来一串炸天妇罗，捏一捏，按一按，然后开整第二口，好像也不难，成功解决，来个蛋炒猪蹄，把骨头去掉 ，QQ 弹弹的，吃起来好软糯呀。又解决一格，接下来选的这个是个长长的，再来一条牛肠子，嘿嘿，就剩一小节了，都可以先来看看下一格吃啥了，清空嘴巴来上第二口，成功了，夜宵必备小烧烤，先把每一串都撸下来，准备一下来吧。快乐来得如此简单，不理他，成功。那个，这战术性清嗓子又来了，服了呀，就分一点点给他吧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一盘刚刚好，多了一点再放回来，我哥似乎在后头等不及了，吃团变脸没我哥都不行，再来一桶泡面，我哥已经开始吃上了，我也准备来了，吃进去好多了，就剩最后一点了，挑战成功。